Hello， 大家好，又嚟玩翻超宇宙二啦。今集咧，我哋揾到阿巴 Sir， 咁呢个巴 Sir 大家识佢啦，系咪啊？孙悟空嘅老豆啊，正所谓咧，成个饼人一样啊。咁咧，点样可以开到佢嚟拜师，我都唔知道。可能要玩个隐藏结局咧，就可以咧啊解锁佢噶啦。阿巴 Sir， 拜师先。啊！杀阿人嘅幸存者，做乜咁惊讶呢？你个仔都系幸存噶、哦。仲有好多好多啊！比达都系啊，比达星点样咁就已经系俾阿菲利炸咗啦吓，你唔知嘅咩？不过可能你嗰时都冇乜感觉，因为你系俾菲利一齐炸咗噶嘛，跟住你就去咗另外一个时空咁样啦，系啦，你乜都唔知啊嗰阵时。你话想唔想揾阿菲利报仇啊？我哋有呢个时之界王神吓，帮你去唔同嘅时空打阿菲利啊！我都系杀人，所以我都唔甘心系咁样嘅。我都冇乜感觉，因为我都唔知道我自己系边度嚟嘅杀人，因为我系买呢隻 game 创咗呢个角色咁样，佢冇交代嘅又。大家当我喺 game 铺嚟嘅杀人啦，好唔好啊？同埋我已经打死咗菲利好多次噶啦。杀人团结起嚟咧就有好大嘅力量，系啊，我知啊，大家都知嘅。所以点解菲利要炸咗呢个比达星就系咁嘅原因。我唔系同你打，我系谂住有咩学咁样噶咋？有咩招式啊，巴 Sir？ 好啦，佢会教一个招式嚟俾个报酬我。系啦，啲钢警啦，啱啊，嚟啦！你有咩伤啊？杀人唔怕受伤噶，听讲话杀人越受伤咧越高战力噶。之后暴君长矛呢一招叫杀人嘅特色就系咧，佢受到呢个重大伤害再复原咧。佢嘅战斗力系急速上升嘅，会大家都杀人。咁我蓝色头发嘅呢个系会行前嘅气弹攻击。哎呀，嗱，如果你近敌人咧，就会即时用呢个气弹嘅。试下用下啦，唔中。嗱，吞前咗少少再。掉个波出去咯，但个追踪能力比较渣啦，直射嘅呢个冇得追踪嘅，咁即系啲敌人咧打横避或者向上向下避都避到嘅，直射嘅呢一招。喂，等等先，打翻几拳抽下水先。啊，唔系，唔可以扣佢好多血噶，停咗手先，因为咧。好麻烦嘅呢关，佢好快死嘅。喂，我要用个招揼你啊！追中啊！诶、起码叫我中咗啦，好啦，完啦呢关，反击你先，拜拜。都起码叫做打得中，有一赢。我觉得呢招咧就太远距离就唔好用啦，近距离少少，咁一个突击再打向敌人度，因为咧佢有一个咧冲前嘅动作啊。但如果你话太远距离咧，又好易避。暴君长矛，不过不失啦。巴 Sir， 有冇第二招啊？听讲话各个师傅都有四招嘅咩？好啦，系啦，互不相欠，再见，唔会咁少啊？系，我仲谂住学多三招。咁恶嘅阿巴 Sir 咧，又串又恶喎。其实所有杀人都系咁样噶，系咪啊？好冷酷啊！哇，真系超级冷酷啊！你哋又话要团结，但系又串串拱，点团结呢？系咪？好啦，特训好啊，多谢你。点会逃跑呢？我已经成为超级杀人啦，好劲噶，仲要超级杀人三添啊！背叛穿矛，唔知呢一招系点咧？系咪飞去人哋背脊再用气弹呢？因为背叛啊嘛，有个背字啊，唔系气弹嚟嘅呢个系咪格斗嚟嘅？呢、這个系会飞向，会试下用一次啦吓、啊，可以控制佢，好鬼似界王拳喎呢招，但系叫做背叛飞矛。
同我呢招有咩分别啊？同我揿 X A 有咩分别咧？啊，背部飞矛咁样，要嘥一格气嘅。呢招又可以自己控制个，嗱、可以控制佢点飞嘅，直飞又得，打圈兜去隔篱又得咁样咯。S A 就系直直冲去敌人度，步步飞嘛。哎呀，喂，飞嚟你条尾揈到我，一阵再试啦。好鬼似救王拳咯，我觉得，大家觉得呢？嗱，我搏翻上一招先，暴君长矛，你搏到嘅喎，系列呢个格斗技再加暴君长矛 ，OK， 再搏多次俾大家睇先，上一招嚟嘅，暴君长矛，好，哎呦呦，又背脊背脊。咁我要再用呢个背叛穿矛，哎呀，兜翻去，兜翻去，兜翻去，系可以控制嘅，呢、這个几得意，似个样似教皇拳，但系喺游戏里面嘅教皇拳唔系咁用嘅，游戏里面教皇拳咧系增加战力，咁好似超级杀人咁样噶。好啦，解决呢只配置人先，哎呀，俾佢挡到，劲，拜拜，飞你，唔好咁啦。我试招啊，好唔好用咧？大家觉得呢一招格斗技，不过系叫做可以控制啦，有一个你可以，喂，我上唔到去啊，上上，哎呀，几多秒到啊？数唔数到啊？四五秒到啦，好似又可以俾你控制，但系上唔到去咯，上落麻烦啲。打水平又得，如果同敌人水平就好啲咯 ，OK 嘅。我哋试下，睇先啊，可唔可以试呢？应该冇乜气啦，飞嚟，哇，边度避到？哎哟，临尾我哋嗰、那个呢、這个盘只，我试下搏啦，可唔可以睇下搏唔搏到啊？哎呀，打飞佢先。嗱、啊，呢度再用搏唔搏到咧，系好难搏嘅，所以大家唔使，哎哟，歪咗，唔使旨意攞呢个背叛飞矛，咩背叛咩矛啊？穿矛系背叛穿矛嚟，搏招冇乜用嘅。咁我前面啲招咧开始启动嗰阵咧，要储少少气，嘥咗啲时间，大概一秒。咁啊，有破绽。咁头先我试个期间咧，曾经俾飞利打停咗我嘅。阿巴 Sir， 你呢招有破绽喎，你有冇谂住点样可以啊改良下，俾飞利锁定征服嘅目标呢、這个星球？咁我哋系咪啊杀人团结起嚟，佢咪唔惊咯？啊，我一样嘅啲对白呢一度。我哋嚟运动一下，第三招用标枪喂，大佬，而家我哋玩紧体育会咩？阿巴 Sir 啲绝招咧，全部都系真系好似啲奥运会啲项目咁样啊！标枪，标枪系气弹再掉出去，呢、這个我睇下似唔似一把枪，同埋咁啊！你俾人扣血咧会高攻啲嘅，一阵试下我睇下我血量低嗰啲情况会唔会系劲啲啦吓？标枪呢个系波嚟嘅喎，呢个点睇都系雷球啊嘛，暴动雷球好啲喎，标枪又用上一招先，哇兜翻转头打到呢个回马枪啊！头先我再嚟，哎呀！反而第一招长条形仲似标枪啦，再试一试啦。嗱，佢话系矛，暴君长矛呢招仲似标枪长条形。哎，拜拜，拜拜 ，Cool 啦，只有菲利最终形态，
剑啦，发剑啦！哎呀呀呀！哎，杜浩啊，俾佢扣下血。我可以用标枪，因为血量低就高攻啲啊嘛，只标枪。喂，呢个标枪唔瞄准得好差喎，冇追踪能力个。哎呀，标枪打飞佢，再搏唔到啊！嗱，掉晒我啲气啦，已经啲标枪。要搏招睇得唔得先？嗱，搏招，再掉个标枪出去。标枪标唔中喎，好啦，哇劲啊，欸，可以储气，仲要打一个，应该是巴Sir啦，但冇乜血啊，咁我哋可以试下冇血状态打呢个长矛咩？标枪。一格气，咁我打飞佢再储气啦。标枪。哎呀，哇！嗱，红血啦，红红地啦，试下先。哇，大好多啊！呢粒标枪。标枪系粒粒，用粒嚟形容，明明系雷球嚟嘅。哇，俾佢打，打唔中咯呢个标枪，系咁唔中，点算咧？话，我觉得咧应该要加翻少少追踪能力啊，好啲。好啦，临尾我要狂掉标枪，睇下先，喂。就唔甩，再掉，哎呀，俾佢 cancel 咗，哇，佢有用，哎呀，点算啊？就咁普通揼死佢算啦，唔掉标枪啦。我觉得就叫做点啊？呢招就，冇乜诚意啊，冇乜特别，冇乜特色啊，咁就应该都唔会攞嚟用嘅，麻麻地咧。你话好用嘅气弹，我觉得真系。布罗里就是超好用，嗰粒绿色波波仲劲过呢个，又追踪又多飞吓。绿色波波系真系有追踪功能噶，我觉得佢。好啦，大家都系杀人啦，巴Sir，你学下布罗里咧，反而啊，我介绍你啊，上一个阿Sir嚟噶布罗里，之前我学咗嘢噶啦，佢赞我强，哎，终于赞啦啊，杀人识英雄中英雄，你走。哦，仲有招最劲嘅招可以教我嘅，佢临走之前。啊，好啦，睇下咩倾先，有冇特别嘢噶？我冇得意忘形，放心，我哋好谦虚嘅。好，热破击啊，呢招够极技，热破击。就试下你几热几破，睇下有冇惊喜啦！临尾呢一个救极技好唔好啊？我哋拭目期待。咁系诶见过啦，系咪啊？甚至用过啦，我记得玩隐藏关卡，咪巴达克之绝招咯。咁哎呀，咁呢个场景就系菲利打爆比达星嘅场景。哎呀，挂住望添，哇！我冇俾佢连到，九极技，热破击，俾佢避咗啦。喂，哇！我打中佢一拳噶喎，点解又俾佢避咗嘅？哇！电脑好中意连呢招，佢个招长矛，避，哇！咁大破绽嘅你呢招啊 Sir。咁易俾大家见到，诶、哎，呢招咁啊撞，佢又食咗。大家见唔到我避咗？嗱，佢个招，嗱一，哎，打唔中，打唔中乜都冇啊！打唔中又唔出气弹嘅，点解？再嚟，啊冇，唔够气，唔够三格，够啦。
哎又唔中，打唔中嘅话都冇你招，唔可以再出气弹出嚟。我想储气啊，等等啦，巴 Sir， 得啦。哎呀，佢又飞过嚟啦。好啦，够啦，三格试下啦，以破击。嗱，好大破绽。嗱，首先你要窝人一拳啦，窝人一拳咧，你系要储一大概两秒，一至两秒嘅气再出。但系嗰阵时我头先见到啦，我系避得到嘅。如果你拿去跟人哋打 PVP 咧，必定打不中。你窝人一拳之后，人哋碌一碌就闪救我咗啦，好麻麻地啦。打电脑就得呢一招。巴 Sir， 喂，不如咁啦，我教翻你龟波气功啦，你个仔嘅劲招嚟嘅，好唔好啊？话晒大家杀人啊，益你啦，你学唔学嘢？结束啦，佢话。我想他都不想学龟波的了，由得你啦，以破击。好啊，连巴 Sir 我都找埋了，那就有什么可以去修炼下呢，我再找下啦，好不好啊？大家想看哪一个啊？其实还有很多，有些比较渣一点的，阿乐啊、天津饭都可以呢去学，还有喇叭，喇叭都可以学的，不过喇叭有一招很有趣的，都算劲的绝招的。好嘛，我哋下次再见啦，好嘛，多谢大家收睇啊 ，thank you， 拜拜。